你要减肥吗？你会减肥吗？请大数据把我推给所有想变瘦女生。今天我16发给你健身说法，让你们破罐破跳，轻松减重10斤，全网最全的抑制食欲法。他来了，赶紧按你后吃懒做，姐妹们进来看。第一个，蓝色食物抑制。当你馋虫动了，给我搜蓝色食物，盯10秒以上。我都不是，你还能吃下饭？我闺蜜更狠，直接手机壁纸、电脑壁纸全都换成蓝色食物。哎，我看今年夏天辣妹又要多一个。第二个，衣服可以吧？我相信有很多姐妹一定会为了显瘦买宽松的衣服。大妹，咱们就是要卷起来，都裹上紧身的，有腰毛不动的衣服，穿上这样就吃饭，那肯定是撑。面子不要啦，而且为了配上这件好看的衣服，咱也会自己的少吃一点，让我自己吃，百试百灵。第三个，关键词搜索法，就这几个关键词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要搜。否则让你3天3夜都吃不下饭。什么清创、蜗牛人、巨人观、加宝贝冰激凌、水猴子，说真的，谁看了还能吃得下饭呢？我敬你是条汉子。通过以上方法，都是针对对减肥有必要需求还管不住嘴的姐妹们。咱们呢，还是提倡健康减肥，可不要过度节食哦。